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尾巴。今天天气这么冷，然后又下着雨，你们都在做什么呢？那我的话呢，这种天气就是宅在家里，窝在被窝里面玩手机游戏啊，或者是看看影片这样子，哪里都不想去。那今天呢，就趁这个机会，我要来开箱的是 GOT7 五周年见面会，梦想成为足球王，飞吧 GOT7 的 DVD。那这个 DVD 其实我买了有一两个月左右了，只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来开箱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开箱这两张 DVD 这样子。那首先呢，这个呢，白色的是蓝光 DVD， 那里面呢，它是有一本24页的写真本，然后以及一张小卡跟一张随机明信片，就是不晓得是哪个成员这样子。那它呢，支援全区，然后有四个语言是中日韩英四个语言这样子。那光碟片是两张，总共是196分钟。那另外一个版本呢，是一般的 DVD， 那它呢，一样是96页的写真本，然后一张随机小卡跟一张折叠海报，然后里面的光碟片一样是两张，然后是196分钟。那它一样支援四个语言以及支援全区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来开箱这两张 DVD， 看看里面的写真书以及我是拿到了什么样的小卡。我们赶紧进开箱吧。那首先我们来开箱的是蓝光 DVD。那它的写真本呢，这样子超级无敌薄，然后也是白色的，就是那种数位风的照，数位风的图案，感觉蛮不错的。那给大家看看一下里面的内页，那里面的造型呢，都是以足球以服饰来做录影这样子。那每一个人都超级无敌帅的。那小卡的部分呢，它就是全员的小卡，那背面就是足球王这次的标题。然后他送的写真，不是送的明信片呢，我拿到的是有签的明信片。那背面这种蓝色，因为我超喜欢蓝色的，所以它这种蓝色都很好看。然后 DVD 呢，就是蓝色跟绿色的设计，然后背面也是这种像素的，就其实蛮简单的。那再来呢，我们来看看的是一般版的 DVD 长什么样子。那首先呢，它是蓝色的外壳，然后背面呢就是它的歌词，那个歌单，那它的外壳都是用像素的文字来设计。那这是它的 DVD， 那 DVD 设计的呢，就跟蓝光 DVD 不太一样，前面的质量就不一样。然后这是里面的光碟片，这个呢是它的横幅折叠海报，然后背面长这个样子。那来给大家看一下写真书的内页咯。
那我们已经开箱完啦，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版本的 DVD， 是蓝光 DVD 呢，还是一般 DVD 呢？因为如果是追求画质、影片画质的话，应该通常会是去买蓝光 DVD 啦。不过我们家是没有蓝光的光碟机，所以我是就是买一般的 DVD。那因为写真本呢也是非常的好看，也有收藏的价值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我觉得小卡我会想要整组都有，不过因为这样要凑整组真的是有点贵。这就是 JYP 现在的行销手法，为了要让你拿到你想要的，或者是你有什么收集癖好，你就会想要买整组或者去跟别人收这样的。不过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想要的，就是想要自己保存的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要收整组，我觉得真的是太贵了。不过就看个人的喜好咯。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呢，不知道哪个环节你比较喜欢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。那上一次的 GOT7 Call My Name 的那个影片呢，有抽奖的活动，还没有留言的朋友呢，赶快去，截止日期是到下个礼拜五，就是13号截止。那我会在星期六的时候公布抽到小卡的名单，所以要赶快去上一部影片留言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按赞哦。那公布的方式呢，都会在 IG， 我下面都会有那个资讯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哦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